游戏新干线旗下龙河古径双特色穿梭千年的奇幻游戏《古云 Online》即将进行首波封测，而为了让没抢到的玩家能够玩到这款作品，官方自4月28日起再推出封测账号活动。古云 Online 首创将最先进的云端科技导入运用于游戏方面，使历来庞大的游戏世界成为拥有史上最小城市，确认维持高质感之佳品，更开辟了 2.5D、2.8D 自由视角切换的功能，同时支援键盘 WASD 键和滑鼠移动双重操作模式。在古云 Online 的游戏世界中，除了拥有画面精美、丰富副本之外，玩家还可利用游戏所收集而来的素材，亲手打造专属坐骑，种类选择高达150种以上，不仅造型逗趣可爱，更具备独门护主功夫。